Running Man 的人气班底全招名，日前吴宇景宣布退出，让粉丝们震惊不已。而对于新成员的招募，电视台相关人士也在25日对外回应。根据媒体报道 ，Running Man 目前将以六人体制继续录制，暂时不会增加新成员。此外，节目组将依照不同的比赛主题，邀请多位嘉宾来填补全招名的空缺。受 SBS 的相关人士表示，由于全招名在 Running Man 一直是核心成员，因此节目方会慎重的寻找能够代替他的艺人，将以综艺感与其他成员的化学反应为考量重点，选出能够替代他的固定出演者。